心内怨声，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太精彩了，哎呦，看了真的就是又感动又欣慰。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而且呢没有一个人走偏。让我们来欢迎百变东东潘彤彤，欢迎彤彤，还有我们的帅气武生于凯阳。哇，现在是小学几年级了？小学四年级。四年级、嗯、那凯阳当初来的时候是几年级？啊、当初来的时候啊，上上哎哦，马古拉尼啊，这凯阳是在今天所有来宾里面算变化最大的啊，最大的嘛。哦，我说成就，哦、现在哎、欸，现在邀约不断啊，谢谢好哥、哦，真的邀约不断、啊，各种表演、哦。因为这一阵子就是啊，妈祖生啦，对，啊，都北极很天上地生，对对对，全天上帝，对啊、所以这两礼拜拢在做戏。可是呢，为了红人榜一定要登来。哇，那彤彤这些年好吗？最近好像练很多英文，对不对？对。哦，是有关歌曲还是说就在书写歌曲、哦？歌曲啊，哪一部分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分享 ？How far I'll go？ 哦，所以你现在想要先秀一段英文歌喽？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我们就让你来了，好不好？先来感受一下这几年彤彤的成长，来，掌声给他，好不好？来。See the light where the sky meets the sea. It calls me, but no one knows how far it goes. If the wind myself on the sea stays behind me, one day I'll know. If I go there, just no telling how far I'll go. 哎呦，厉害耶！彤彤有戏剧底子哦，对对对对，所以特别安排了彤彤曾经在舞台上表演过，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段表演，然后呢，融合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飞龙在天》，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江湖身不由己，人生在世只有两字，一字情，一字义。你的手，亲像我。出心计，人出汗自在出头天。咱的恩情世着注定，咱的爱今生来完成。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出心计，男子汉志在出头天。咱的恩情世着注定，咱的爱今生来完成。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谢谢凯阳还有东东，我们来请雅文老师为我们这个讲评。太精彩了，哎呦，看了真的就是又感动又欣慰。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而且呢没有一个人走偏，每个人 的整个方向还是一样那么热爱音乐、哦、
然后不管课业如何都是那么的努力，我觉得真的非常不简单。那我们请刘麻的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一开始我就对四个说真的是感动，我越听的时候越感动，就是看到大家站在台上从小孩练到这么大孩可以一档比一档更杰出。彤彤，老师好。我看到你，因为我那当初你常常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我觉得你虽然跟那当初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想大，但是你头前你清唱那点那当初我是惊艳，我觉得哇，你其实你差不多可以去迪士尼演歌剧，我觉得你的声音天生歌手啦，就是这样。凯阳是你真的 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就是在明星超级巨星的气质，我感觉你一出来不是你戏服的关系啦，是你一出来的那种大将之风，你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我感觉你就是台湾未来的未来之星。今天很荣幸可以看到大家表演，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哇，我妈的，刚刚那段话都鼓，我也被鼓励到了。好，真的好羡慕你们会能够有在音乐的领域里面能够这样子的曾经自得其乐，未来也会成为你们的力量，这是一般人都没有的，对不对？非常的这个感动。好，接下来许常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彤彤老师好。你应该跟尚姐同一组，因为你的脸都没有变。我觉得脸表情没有变的小孩子哦，可能都有一种魔力，就是让自己的某种特质哦青春永驻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你刚才那个表演啊，我都以为说啊，这开始读书了应该会生疏，其实都没有。光你跟你妈妈讲说，那个衣服会卷到轮子里面哦，我觉得你超专业的。今天表演很棒，非常谢谢哦，你们这么认真的准备，带给我们这么好看的表演。那第二回合就到这边了，好不好？好，对，大家先休息一下，先休息，好，谢谢，谢谢。